我真的是很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一点空间。那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需要宣布，我跟 Dizzy 一定会宣布。可是目前我们真的没有什么要宣布的。运动的什么？哦，就把婚戒拿下来。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，我觉得我这个愿意回答，是因为我的左手，你们可以看得出来，我这边已经断掉过太多次了，所以如果我这样子的话，你们看，这都是不正常的，因为我从小时候断掉过差不多七八次吧，所以它已经没有救了。我只是想说一次啦，因为我觉得我也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，但是这件事情，是我跟 Dizzy， 说实话是我们私底下私人的事情。然后关于家人的事情也是我们自己家人的事情，所以我真的是很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一点空间，因为我跟 Dizzy 都觉得我们的女儿是最重要的，那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需要宣布，我跟 Dizzy 一定会宣布，可是目前我们真的没有什么要宣布的，所以只是希望大家真的可以给我们一点时间跟空间，不要让我们觉得好像你知道没有空间，因为我觉得这种感觉很不好。那其他的话真的就是谢谢大家的关心了。运动的什么？哦，就把婚戒拿下来。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，我觉得我这个愿意回答，是因为我的左手，你们可以看得出来，我这边已经断掉过太多次了。所以如果我这样子的话，你们看，这都是不正常的。我昨天有发一个现实动态，很多人说你的左手的这个指头为什么是这样子？因为我从小时候断掉过差不多七八次吧，所以它已经没有救了。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歪的，这不是一个奇怪的理由，这是真的是这样子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秀，我是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。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